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邱思思，大家都叫我思思。我今年26岁，目前的职业是一名舞蹈老师。我的星座是牡羊座，我的兴趣啊就是唱歌跟跳舞，专长的话就是跳舞啦，擅长的舞风是 K-pop。 那我的个性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多变，我这个人很多变，我觉得我可以可爱，也可以性感，也可以很帅气哦。那后来参加这个甄选呢，就是因为近几年啦啦队非常的夯嘛，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好多学姐的影片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也好向往，好想跟他们一样在球场上把我的热情活泼带给大家，一起跟观众互动，然后帮球员们应援，赢得胜利，希望可以顺利的加入这个大家庭哦，谢谢。